我只是去新竹到此一游而已，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么多问题？超派，你真的好派哦！超派 Apple 冰茶，一次占两个人呢，超派就算了，还开 Apple， 哇，还凤梨都进来了。旁白哥抱抱 Toys 直播九十五分钟，占到此一游时间，又哭又笑，要卖新品超牌 Apple 冰茶。听说前天 Toys 有来，哦 ，Toys 哦，有，坐在对面。那其实他来的话，我觉得其实也 OK， 因为他有一个频道美食公道博嘛。前情提要，号称全台最有钱的 YouTuber 超哥联手他朋友文哥卖炸鸡，美食公道博 Toys 日前开箱了新竹分店。我觉得红的都算还好，但是白的真的是狗都不行。真的就是走一个很 Toys 路线的评鉴风格，殊不知节外生枝，全部店家都收了，然后外送平台上面只剩他们这一家的时候可能会点。开箱片近尾声时，录到店员端着油桶走出来，事后摄影师追过去看，该店员动线的水沟盖上沾满像油炸的脏东西。你要我死，我们就一起死。哎呦，超哥动了真情啊，放生命下去po文，五连发回复 Toys。 晴乐说复评可能会造成多少家庭支离破碎哈。 P-Toys 人品不如畜生，你这个杂碎。 Toys 索性开直播接球反击，先跟超哥就是超牌炸鸡超牌人生道个歉。其实我本来呢是没有想要上那段的，刚好上片的时候刚好忘记审片，我就以为这个阿玉应该会帮我过滤掉这一段吧，很有可能是以前阿玉在跟你聊天的时候，你给人狗眼看人低的感觉。节外生枝，再一枝啊！恩怨的种子埋在去年。你认不认？你有没有作品？你有没有作牌？有。YouTuber 金旋风曾遭 Toys 炸赌，收了 Toys 的赔偿加封口费600万元，再上超哥频道公开全程。Toys 的剪接师阿玉密超哥求情下架炸赌影片，超哥说无法照办，在提出要求之前，先想想自己凭什么提出。那我想问一下阿玉，最后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？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，就超派，超派的炸鸡，超派，超派家。我在影片里面说，狗都不吃，那不是也是刚好应对你对我的看法吗？我的人品都不如畜生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狗都不如的人，那狗都不吃，那不就是我自己的真实感受吗？Toys 情感丰沛，突然假哭，栩栩如生。我只是去新竹到此一游而已，我怎么会知道有这么多问题？超派，你真的好派哦！很难正经的他提到要出新款手摇饮纪念此事，又笑到疯掉。超派 Apple 冰茶，一次占两个人呢，超派就算了，还开 Apple， 哇，还凤梨都进来了。看第娱乐新闻，超派谁报道？